기린오빈 돌아온 거예요? 아, 정영아, 할 얘기가. 这个肉，我现在真的很饿，现在大概要两点，所以那吃午餐就是我刚刚在肯丁打包的。那个安哥很好，每次都会给很多料。 我们不小心叫太多了，看20块耶。